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八首偈：昼夜日月即年节，世界十宗成坏相。如是意念卸了之，此实素之方便力。第一句。昼夜这个现象，我们一般人都很清楚，但是此地讲这个昼夜意思并不在形象上啊，而是说时间啊，昼夜是短时啊，日月是长时，年节是更长的时间啊，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呢，总的意思就是讲时间。啊，那么时间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？前面跟诸位报告，在佛法里头，它是不相应刑法啊。那么讲时间空间呢，一定也包括在其中啊。你看我们习惯上常讲世间，世间啊，世是讲的时间，界呢是讲的空间，用见啊，还是讲的空间，所以世界跟世间呢是一个意思啊，见跟界都是指的空间，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时间跟空间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啊，你总离不开时空嘛，就全包括在其中了。那么这个术语在中国使用了，我想至少也是5000年的历史了。所以这一句里面呢，就是讲的这个时空。第二句虽然一开头有世界两个字，但它的意思呢不在世界啊，前面这一句是世界，后面这一句着重在世界从哪里来的啊，而这个世界不是讲时空，是讲什么呢？它里头说是时辰啊，时宗成坏相，那就很肯定的，这是说时空里面一切的现象。星系、星球，啊，星球里面所有的生物，啊，现在讲的是微生物，啊，生物、微生物，啊，植物、矿物，实际上微生物啊，以及就包括了植物跟矿物，啊，微是微细。在佛法里面也称为微妙，微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，现在这些都被科学证明了啊，这是值得可喜的一桩事情。先说空间呢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啊，这个某一种条件前面跟诸位说了，就是心想，所以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一切法包括时间跟空间，当然
时空里所有一切也自自然然包含在其中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呐。啊，就从心想生的。啊，如果我们离开了心想，那这个宇宙就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但是能不能离开呢？不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整个宇宙啊，是一个法性，佛法里称为法性，也称为心性。啊，佛家对于这桩事情所用的术语，在经典里面总有几十个之多。啊，通常我们讲的自性，啊，真如本性，啊，第一义谛都是这个。啊，前面我们讲的涅槃也是说这个。啊，名相讲的很多，为什么世尊对这桩事情讲出这么多的名相呢？啊，这是佛教化众生呢的善巧方便。告诉我们，只要明白是这一桩事情，不管怎么说都不要紧，不要执着名相啊！执着名相就又错了啊！佛法自始至终啊，无非是破执着，执分别啊，就是破执着，执分别，只是禁止不许分别。而且还要呢，除妄想，啊，离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叫佛法。佛是觉悟啊，你对于一切诸法就真的觉悟。只要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把你的这个觉性呢，障碍住了。你不会觉悟啊！啊，除掉这个就觉悟了。啊，宗门直截了当把这内扫除。啊，这对上上根人有利，中下根人不行啊，除不掉啊。所以中下根人用教学，让你慢慢的明了。见悟啊，见修啊，见证，也就是古大德所提倡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你才能够去入啊，悟入道呢，那无论是上中下根，同一个境界。所以说法门平等呢，无有高下。时间空间跟宇宙的起源啊，这个钟茂生博士有一篇报告啊，也印在我们这个小刊物的后面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这是太空物理学最新的发现。啊，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呢，有很大的启示。啊，第一个告诉我们，时空是假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。前面跟诸位说过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突破了时空，就好比是神通啊！哎，怎么他能够把极乐世界变现到我们眼前来了？啊，距离没有了，
所以我们想想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啊，维西提夫人遭到家庭的变故啊，她是皇后啊，太子杀了他的父亲啊，他做皇帝啊，你看这种事情世尊那个时候有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啊。我们前面讲这个《雍正上谕》里面提到的宋文帝，宋文帝是个好皇帝啊，怎么死的？被他儿子杀死的。儿子杀死，他想做皇帝啊，实际上他也没做成啊，弟兄们反对啊，你杀父亲大逆不道啊啊，所以他死在弟兄手上啊，他是老大啊，最后继承王位的是老三啊，真的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啊，他如果能够孝顺父母啊，顺从父母，我们相信呢，宋文帝将来可能传位呀，就是他。他自己啊，大逆不道啊！啊，父亲年龄身体很好的时候就把他害死，自己想继承王位，纵然命里是皇帝命啊，折掉了，福报折掉了啊，这个皇位落在别人手上啊，这些。你细细去观察因果，就清楚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啊！啊，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偶发的。啊，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啊，就想到这个因果的道理。啊，他这个大儿子一定是前世的冤家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父子关系有四种啊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这个儿子一定是报怨而来的，过去世的过去生中的仇人，你杀了他，今天他来报仇啊。虽然文帝非常重视教育，没有能够转得过来啊，如果他真的接受圣贤教育啊，能够行孝道啊，不违背圣贤教诲，哎，他真的可能继承王位啊。这些历史教训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明了随顺道德决定是正确的，昧着良心违背道德决定是错误的时间跟空间确实不存在，啊，我们在华严前面也费了很长的时间，对于这桩事情细说，啊，佛法告诉我们。啊，时间跟空间是什么一回事情呢？
心现色变，这个速度之快呀，我们没法子想象。经上讲的昼夜、年月啊，这个日月相虚相啊，还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后面一句说，如露亦如电，那是讲时间。电是闪电的，佛用这个做比喻，露是露水，电是闪电，闪电是一刹那，一亮就没有了。这是讲什么？这是讲宇宙万物，包括时间跟空间的真相。如露呢，这是讲相续相，我们是在相续相里面产生的错觉。在早年我们讲到像这一类的经文，我常常用电影荧幕这个影像来做比喻。我说大家好懂。在电视没有发明之前有电影。电影好懂啊。我在年轻时候也玩过这个小型的八米尼的小电影。我还有一个人家送我一个小的这个摄影机，一套放映机都有，我自己会剪辑。那个底片一卷，这个小卷的放在这个机器里头，一卷是4分钟。一秒钟呢24张。这个拍照的时候，一秒钟这个镜头开关24次。就像幻灯片一样。24张。在放映的时候，那个放映机镜头的开关跟这个拍摄的机器摄影机速度是相同的。所以放出来你看这个荧幕上的都有动作。看得像是真的一样。实际上呢它一张一张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个画面打出去打在荧幕上，时间多短呢？就像如电一样闪电一样24分之1秒。一秒钟24张吗？你看到就好像是真的。如果你要看到底片，你就晓得它不动啊。每一张每一张那个画面各个不相同啊。我们从这个电影能体会到如露亦如电。体会到这个意思。现在电视方面比电影呢更近了一步。这个电视的画面比电影还要虚幻。为什么呢？电影呢它还是一张一张幻灯片呢打出去的。
电视是什么？现在我们都知道啊，电视是电波啊，线路啊，你这个画面多少条，越是清晰的这个条数越多啊，而是由点点的移动变成线啊，线的移动变成面，它的速度太快了，电的速度跟光的速度啊几乎是相等，一秒钟30万公里啊。啊，你细细量量我们这个电视的这个荧光幕，啊，这个面积上说，你能给它画这个线，相等的线能画多少条？几千条，几万条。啊，时间呢？哎呦，太短了。不是这个24分之1秒，不是啊，啊，大概总是1万分之1秒。你怎么能看得出啊？它是假的，啊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现象，啊，是由点变成线，由线这样子组成的，根本这个现象就没有啊，真的是梦幻泡影啊，但是这个东西明明在眼前，因为它速度太快了，我们这个眼睛不行，被它欺骗了，看花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从电视里面得到这个启示。而实际上呢，我们现前啊，这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啊，这许多现象是真的吗？比这个电视画面还要假啊。怎么说呢？佛在《人王经》上告诉我们啊，讲这个生灭啊，这个生灭呢，就像电影放映机的开关，像我们电视啊这个线条啊，这生灭。佛在《人王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对，一弹指啊，一弹指有60刹那。那一刹那呢，就是这一弹指的60分之1啊，这个时间，这叫一刹那啊。那我们弹指弹得快啊，弹得快啊，像我的这个速度的时候，一秒钟得弹4次啊，一秒钟弹4次，4×60。佛说一刹那有900生命，那么你乘乘看，4×60×900，刚刚好2个108000，216000次的生命，你怎么能看出它是假的啊？啊，我们眼前这个现象啊，是个生灭现象啊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。这是讲实际上的时候，就是用现在《人王经》上讲的是一秒钟啊，216000次的生命。啊，这个话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多次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实说呢？佛，你要是聪明人，这个上根立智啊，从这个方便说，你就能够悟入真实。啊，中下根现的人呢，不行，他不懂。
啊，那么依照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想法，啊，科学的想法就算光速吧。实际上，现在太空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，光在宇宙之间并不是最快的，啊，还有比光更快的这个速度的，这个存在，啊，现在已经有证据了，啊，探测到有比光的速度还快，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发现，啊，在这个外太空里头有，啊，那么就用光的速度来说，啊，光一秒钟30万公里，那么一公里呢，诸位想想看，一公里用光的速度来说，那就是30万分之1秒，30万分之1秒光走一公里，啊，一公里是1000公尺啊，那光走100公尺呢？300万分之1秒。走10公尺呢？3000万分之1秒。啊，走10公分呢？3亿万分之1秒。我们才晓得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用光的速度来说。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啊，实际上这个生灭了1万分之1秒啊，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个粗浅常识里头体会到真相，实际上可能还不止啊，可能还是1亿万分之1秒。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？这说出刹那生灭的真相。所以佛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，你从这个地方你才体会到金刚经这2句话的意思。你真正明白了，你还争个什么啊？你还想得到个什么？你身体都得不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刹那生灭，这个刹那生灭的时间之短，1亿万分之1秒。啊，谁知道呢？诸佛如来知道，化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能够在宇宙当中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起一念。啊，我们常讲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一个念头都不动，为什么？本来如此嘛，你起心动念错了嘛，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，啊，这个分别执着造业，大错特错，啊，起心动念错了，分别大错，执着特错。科学帮助我们认识到啊，刹那生灭啊，所以我这个在人王经里面讲这一句经文的时候，是佛的方便说啊，是这不是佛的真实说啊，要真实说的时候，那您现在这个光的速度不能比啊，这个光要是移动1公分，10分之1公分，1/100公分，1/1000公分，1/1000公分，你计算，你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，啊，佛讲这个刹那生灭的真实意义，啊，这是讲真相，这是时间真正等于零。
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现象不存在啊，时间的现象不存在，没有先后，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一法不立了，时间是一法没有，空间是一法也没有，所以自性到底什么境界？佛在经上用了这个名词，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华严经后面这一品，四十华严的品题啊，就是用的这一句话。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品。啊，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真法界。啊，极乐世界也是啊。啊，完全是心性，没有识别，所以叫一真。啊，只有心性没有识变，那么我们要问还有没有设法界呢？有啊，设法界是什么呢？是迷了自性的人他变现出来的，迷悟不二啊，迷悟没有障碍啊，所以佛能示现在设法界啊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众生呢，遇到佛的帮助，自己也能够悟入一真法界。啊，这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这华严经是讲通了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。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诸佛如来在这里，这个九法界示现教化众生，没有别的，希望你早一天悟入。啊，你要想悟入呢，那你一定要放下，彻底放下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里头一尘不染，你就圆满证得了。你还想要得个什么东西？还要想个保持分，你就落在六道里头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样子，用意太深了。啊，你看看，把皇位舍掉了，富贵舍掉了。啊，家舍掉了，妻子儿女舍掉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万缘放下。用意好深啊，你不相信成佛吗？放下就成佛，放不下就成不了佛。啊，放下了没有彻底是菩萨，彻底就成佛了。啊，您能够一下彻底放这个放下，就顿超。啊，立刻就成佛了。不能够彻底放下，慢慢放。啊，慢慢放就是走菩萨。啊，你放下一分是一级。你像华严经上讲的，菩萨的戒级连前面十信位算起来51个位次。啊，你放下一些了，地位就提升一层。你像这个，初信位的菩萨，啊，这是最低的。啊，叫我们放下什么呢？放下38品见惑。啊，这个见惑是错误的见解。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是初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。入门了，哎，别看这个位置很低，啊，也很了不起，啊，
为什么呢？这个菩萨没出三界，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但是绝对不堕三恶道。为什么呢？错误的见解没有了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他修行呢，人天。慢慢的再放啊，再放一点，那就正了。二性位啊，三性位、四性位，到七性位。把八十一品四合断尽了，就超越六道轮回。他所放下的跟阿罗汉相等，阿罗汉也是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这通称的说就是执着，与事出事法一切执着没有了，执着放下了，还有分别，这六道没有了，超越六道了，在这个小乘是四果阿罗汉，在大乘圆教七性位的菩萨，但是七性位的菩萨在智慧上来讲超过阿罗汉太多了，智慧神通道理阿罗汉不能相比，只是断烦恼，就是放下，单单讲放下呢，跟阿罗汉是平等的。你不放下不行啊，不要再执着了。通通放下，自己得大利了。释迦牟尼佛要不放下，顶多做个国王。在这个历史上的时候，谁知道他？那印度古代历史几个国王，谁人知道啊？这人聪明啊！彻底放下，圆满成就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。所以跟你讲，时间跟空间呢是假的。这个最近这个太空科学的发现，第二个一桩大事情呢，物质从哪来的？这讲世界的来源呢，世界的根源，世界的物质，这是个大问题。物质从哪来的？现在科学发现的是无中生有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刹那生灭，它生什么东西？生物质，生现象。时间空间是属于现象，如果这里头没有物质，就显不出有时空，所以它有物质，它有物相，森罗万象啊，森罗万象现，亿万分之一秒，这一现呢，马上就灭了，亿万分之一秒这个生灭，看不出来了，所以佛家讲不生不灭。如果没有生灭，说不生不灭这一句话是毫无意义啊。你想的比较废话吗？说不生不灭肯定就是有生灭。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。怎么说呢？生灭速度太快了。你抓不到，你看不见。速度太快了，亿万分之一秒，你怎么想的？所以这个相呢，幻想，绝对不是实在的。
所有现象都是虚妄的，所以相跟相没障碍啊，事事无碍啊。为什么？这都等于零嘛，时间等于零，空间等于零啊，所有一之物之一切物之现象都等于零。无中生有，啊，有立刻就没有了，就无了。啊，那为什么我们在感官当中有众生相续相？啊，相续相，绝对不会说前一个相跟后一个相绝对相同，没有。啊，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试验这个水。水结晶啊，他今年是做了十年了，十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像是完全相同的，没有啊。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人的指纹，全世界这个人的指纹是绝对没有相同的啊，这个没有原因的，法而如是啊啊。所以他什么？他有相似，它没有绝对相同的啊。那我们这个人的相，你就晓得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人的相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就是刹那不住啊，刹那变化 啊。可是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看到是很像，实际上不一样宇宙之间，任何一法逃不出这个原则啊！所有一些现象，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肯定不一样啊，到什么时候才一样呢？如来境界里的一样，所以说佛佛道同。为什么呢？如来是连最后一瓶生相无明破掉了啊，就是在这个一切境界境缘当中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啊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时候什么呢？心性没有识别啊，心性没有识别，这个相给诸位说还是幻象，还不是真相啊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讲前面相跟后面相绝对不一样啊，这个是九法界里面的境界，诸佛如来的境界呢，它还是刹那生灭，但是前个相跟后个相是一样，它没有变，它没有实在里头啊，它的相续相啊是完全相同的，没有差别的。九法界里面的相续相啊是有差别的，绝对不会是一样的。就在这个里头，一个心线啊，一个是心线里头有识别啊，等觉菩萨还有实啊，那一瓶生相无明就是啊，啊，那一瓶真正断掉了，转阿赖耶为圆满的大圆净智，这个道理要懂，这才叫事实真相。你要是参透了，你的心清净了，你的心平等，你的心大自在了。与宇宙之间一切法绝对不染着啊，这是佛在经教里头呢，你可以受用，就是你也可以享受，你不可以执着啊，就是你不能够要得到，不可以啊。正如同我们看电视看电影一样，你可以欣赏，你不可以把它拿来，你拿不到的
啊，你要懂得整个宇宙的真实相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宇宙里有没有取舍的？没有了，无取无舍，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大自在的享受啊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善缘还是恶缘，通通在享受。啊，无中生有，刹那生灭，它永恒不断。啊，心性是刹那生灭，色变也是刹那生灭。啊，化身菩萨也有色变，变的幅度很小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称它做一真法界，不像九法界，不像六道，变化太大太大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你的分别执着心太严重了。啊，就像那个海水一样，波涛大风大浪。啊，智照完全失掉了。啊，那个化身菩萨了，那个还是平静的。啊，微风微浪。啊，虽有一点波浪，外面这个境界还照得很清楚。啊，到如来果地上的时候，风完全没有了，浪也没有了。啊，那才是真正的一真法界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的境界是相似的一真法界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它有很微细的波浪。啊，我们凡夫是决定不能觉察。他们自己知道，啊，所以加功用恨呢，断他最后一片无明。啊，那么报告里面讲到，世界十种成坏相，啊，这是这个最近科学发现的，宇宙的起源。在望远镜里面看宇宙，啊，观察宇宙啊，这个星系啊是在移动的，是在扩张的，啊，那么这个现象许许多多科学家都看到，啊，如果我们有耐心，到天文台里面学望远镜去观察。你也会发现星球在移动，啊，在扩张。所以科学家们呢都同意一种说法，这个宇宙的起源呢是爆炸，啊，这就像那个爆炸的现象一样，啊，有个爆发点，从这个点一爆开之后啊，慢慢慢慢向外膨胀，啊，宇宙是这个现象。那么这种理论呢，很多科学家都能接受。啊，我们不管他这个是怎么个说法，啊，我们很欣赏这个科学家讲啊，这个爆炸总有一点呢，啊，他们把这个点称为原点。原点有多大呢？啊，他们的计算，这原点很小啊！啊，那个数字我记不清楚。你们注意可以看报告。啊，但他举的例子举得好，很容易记。这头发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头发。啊，比如说这是一根头发。把头发这里切断，啊，切断这里呢，这是个平面，啊，圆形的是个平面。平面的直径，啊，从这一段到那一段，可以排多少个圆点呢？
科学家的计算数，100万，亿，100万个亿，这一个亿是10000000，后面是3亿，100万后头3亿，直径啊，头发这个切断的直径啊，原点。那么这个东西爆发出来之后啊，就是宇宙。这个宇宙不是太阳系啊，不是银河系啊，是我们现在科学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大宇宙。啊，你看看这个大宇宙，浓缩起来呢，就是那么一个小点。爆出来之后啊，就这么大的世界。跟华严经上讲的微尘，微尘里头有世界。华严经讲微尘是最小的物质，没有办法再分的，它确实是物质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是物质无中生有。这个东西爆出来了。佛经上常说芥子那须弥，不是形容词啊，芥子是芥菜籽，芥菜籽跟芝麻差不多大啊，那么小的东西。须弥是须弥山，须弥山可以放在芥菜籽里面，芥菜籽没有放大，须弥山没有缩小，它怎么能放进去呢？真能放进去啊，为什么呢？称性。大也是性，小也是性，性里头没有大小。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。性里面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。自性，这佛经上常讲的。自性呢，本具万德万能。这个德呢，这是能量啊，这是现象啊，这德相啊。宇宙之间一切万有啊，都含藏在自性里头。这个科学这个报道的时候，跟佛法能相应，能讲得通。所以今天科技这个发明，发明这个电晶体，你看现在这个小小的光碟，这么一片光碟，里面可以储存一部大藏经，这我们叹为止观了，我们澳洲金宗学院图书馆里头。有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碟，我们有四库全书啊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500册，排起来一大堆呀，现在做成光碟了，只有好像20几片，一个小盒子装起来，里面是一套四库全书。我相信科学技术再过个5年10年，大概一片就够了。再过若干年呢，那个片子越缩越小，可能缩成呢一个指甲这么大，里面就可以放一部四库全书。稀不稀奇呢？不稀奇。为什么呢？一根头发，这个直径里面含藏的原点。100万亿，那一个原点里面含藏的是整个世界。你这一块指甲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这个一个东西，才藏一部四库全书，算什么？科学无止境啊！什么时候能够做得到啊？这个嘛，很难很难。
但是啊，无需要用机械，只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就可以亲证。所以，世间最伟大的科学家是佛陀啊。谁也没办法跟他比啊！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这本能一点不稀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不是佛有这个能力，大家通通都有，个个都有，只是你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所以你只要好好的依照经论佛讲这个道理方法你去做，你肯定证得啊，佛才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德相啊。科学是智慧德相里面的一小部分啊，究竟圆满呐、啊，如是意念谢了之啊，啊，此实素智方便力啊，这个实素智，前面讲难道者啊，这个自在修啊，通通都是属于啊后得智啊全智啊啊，佛果位上实智全智两种都圆满啊，所以我们通常笼统一句话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句句都是实话。今天时间到了。